死老头，你赚了这么多银子，难道连变卖了家产也还不清吗？你要是早点还清了，我母亲和九叔就不会死在外面了。他不要所有抵押的钱串、房产，他不要店铺和古董，他只要现银呐！我变卖了所有的财产，给了他现银。 你让这些族人怎么办？让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吗？所以最后只能牺牲我母亲和九叔了。丫头，我并不是不想让你们回家，我拼命的去挣银子，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能够还清债务，为了你们能够回家呀。还以为我苦尽甘来要当孙小姐了。 没想到竟然是来抵债的，老头，那你银子攒够了吗？没有，过去那么多年了，这银子利滚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那难不成我几年后得嫁给一个糟老头？哎，不不不，祝福他想得周到，让你假死，现在外面。 还不知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外孙女，你还可以做选择，选择留在祝福，或者是离开呀。可帖子不是都发出去了吗？没有关系，别忘了，我可是一个性子阴晴不定的老头啊！我就对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外孙女啊。究竟怎么做？你自己想想清楚吧。 20年后，如果他还没有找到你，他就要我们朱家还清所有的欠债呀。祝福他想得周到，让你假死，现在外面还不知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外孙女，你还可以做选择，选择留在祝福，或者是离开呀。 风动幽竹山窗下，花然山色红景地。九叔，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小夏，小姐。 去把朱福、朱寿喊过来，我有话要对他们说。诺，小姐，小姐，这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吗？你们俩都知道朱福要还债的事吧？对，我们本来想过两天跟小姐说这个事儿的。看来朱老爷已经告诉小姐了。明明知道还不起债，我就只能卖身。 你们还接我回来，是不是损你想让我嫁给一个糟老头啊？不是，那个朱老太爷一直在攒银子，就是为了有一天九少爷跟小姐能光明正大的回府来。我跟你讲，就算那个神秘人来了，我们也只还钱不嫁人。你们还得起吗？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跟朱府共存亡的。听你们的语气，就知道希望渺茫了。老太爷说这几年欠的债，再加上利滚利。 已经到达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了，所以到底还差多少钱啊？其实也没多少，也就1000多万两。1000多万两？普通人家30两就能过一年，500两能在京城买一座3进的院子了。什么叫做也就只差1000多万两？ 孙小姐，不要慌。这将来朱老太爷把朱府生意交给你打理，这每年从你手上经过的流水也差不多这个数了。
你们还是把我卖了吧。没想到我花不起，有一天身价竟然也能值1000多万两。小姐，这1000多万两是我们差的数，其实您的身价值2000万两。哎，这神秘人2年后真的会来下聘吗？如果您选择离开，那他就可能不会来了。当初之所以让小姐假死，也是留了这个心思，想瞒着那个人。不过无论如何，老太爷都决定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笔债还上。咱们的现银加上老宅、商铺、田庄、古玩字画这些都变卖的话，应该还差个800万两。但之前我们为了官银流通权又花了300万两，所以我们现在总共差的是1100万两。不是，既然这么差钱，为什么还要抢什么官银流通权呢？本来我们也不想抢的，但是明月山庄的人找我们合作，说有把握抢夺这个官银流通权，我们才起了心思的。明月山庄？明月山庄的人找我们合作的时候说了，说这个柳明月是薛家大小姐，然后莫府的莫夫人放火烧了薛家庄，害死了她母亲，她为了给母亲报仇才要抢夺这个官银流通权，所以才找到我们主府合作的。这个官银流通权到底有什么用啊？哦，它呢是一个信誉，有了皇家的认可，老百姓更愿意把钱放在主府，除非是朝廷对外开战急需调银，否则每年至少有500万两银子从主府的手上是流不出去的，那样就可以抵我们的一时急需，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空缺补上。你们别想动这笔银两了，我一直忘记告诉你们，杀害九叔的就是明月山庄的柳青武。我想他们合伙朱府拿到官银流通权，是想引诱你们用官银还债，然后让皇上发现，到时候朱府想不被皇上抄家都难。这明月山庄为什么要杀九少爷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朱府欠债的？这我们欠债的事从来没有往外传过啊，就连那些姑奶奶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啊。这明月山庄不是近十几年才冒出来的吗？也许他跟神秘人有关系呢。神秘人恨朱家把我娘藏起来，一方面让柳青梧去杀九叔，另一方面就帮助朱府拿到官银流通权。只要朱府一动用官银，就会被皇上抄家。柳明月追加300万两现银，为朱府抢到官银流通权的时候，我就应该发现他有问题。他明明有能力独得这官银流通权，为什么要让给朱府？现在想想，幸亏小姐提醒，不然我们就中了他的大圈套了。小姐，你放心，我现在就派人去查明月山庄。不把他扳倒，为少爷报仇，我誓不为人。哎，你们也先别太张扬了，咱们暂时就先把这事儿放心底。我们表面上还是跟明月山庄谈生意、谈合作，但私底下再好好调查他们，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他们的把柄，再把他们一举打倒。好，这事儿就听小姐的。哎呀，小姐这一来就帮我们朱府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隐患，以后在小姐的带领下，朱府一定会蒸蒸日上的。我可还没说我愿意留下来啊。以后大家都节约点过日子吧。花不弃已经死了，我也没地方去了，就留在州府吧。哎，你们干什么呀？小姐，邱超爷已经死了，大小姐这些年一直杳无音信，我们虽然一直在找，但是我们知道希望很渺茫，大小姐很可能已经离开人世了。你现在是老太爷唯一的亲人了，姑奶奶都已经嫁人了，他们现在眼里只有老太爷的钱。我们特别希望让老太爷唯一的亲人在他身边陪着他，你现在愿意留下来，我们特别感谢你。你们快起来吧，这些年
九叔一直带着我逃，但还是命丧在柳青梧的手上。那时候，我就算知道是明月山庄，我也没有能力报仇。现在明月山庄要对付朱府，这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我怎么样都要留在朱府跟他们斗到底。不管小姐怎么说，朱寿心里都清楚，小姐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情离开朱府的，朱老太爷也不会怪你。而且从此之后，你的生活会更加自由和更加轻松，我朱寿懂。哎，你们俩别这么悲观嘛，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一定要娶我，不过要是真攒不够，两年后我就嫁了呗。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他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瞧着我，他每天就只有怕自己老死的份儿。等他归西之后，我就是全天下最有钱的富婆了。要是朱老太爷怕绝后，生下的孩子通通都姓朱。不过这是最坏的情况。哼，要是两年后他真敢来，我就用银两砸死他。我也砸，我也砸，我们一起砸。夫人，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本以为我就要守着一堆银子过一辈子，可谁想到老了老了，我们还能见到自己的外孙呢。不弃，他是个机灵的孩子，会给我熬蛇汤，还会讲故事逗我笑。他那双眼睛跟菲儿长得真像。老爷，不弃决定了吗？是留下还是走啊？回老爷，孙小姐说了，要用银子把那神迷人的花轿砸个粉碎。好啊，真不愧是我朱家的血脉啊。老太爷，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孙小姐说她跟少爷一直被明月山庄追杀，而少爷最后是死在了明月山庄的手上。明月山庄？小姐，这四个丫鬟是老太爷命我给您挑选的。见过孙小姐。朱府，养他们需要多少银两啊？会不会太浪费了？我们两年后还要还债呢，我只需要小霞一个人就够了。哎，小姐，这四个丫鬟是我精心给您挑选的，她们个个身怀绝技，有的呢懂药剂，有的能善舞，有的懂很多地方的方言和俚语。小姐说过你不会才艺，那咱们可以作弊啊，这几个就是您的左膀右臂了。那好吧，就让你安排了。我还得看书呢，朱寿给了我一张书单，要我学怎么做生意。谢谢啊。你们都下去干活吧。诺。好好看好这些人，小姐八月份才能在人前亮相，这中间朱府的宗亲还有跟朱府有利益关系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来害小姐，你要保护好小姐。记住，我要的是万无一失。副总管放心，他们进不来的。王爷，您不喝药病怎么能好呢？什么药都治不了了。人嘛，终有一死，只是我比别人早一些罢了啊。您说什么呢？是还是不像？
孩儿以前总惹父王生气。这是什么话？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惹我父王生气，皇上也是如此。我还没见过不吵架的父子。王爷，殿下，明月山庄柳庄主求见。让他进来。你们先退下。嗯。参见王爷。明月的事情已经办妥，可以带王爷去碧罗天了。可王爷这身体……你放心，我已经安排了人陪你同去。等确定位置以后，我会让大理寺结案。当然了，抓几个喽啰在所难免。你放心，从此以后这事儿再与你明月山庄无关。多谢王爷。哎，冉青，冉青，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意过来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京城的太医名医都已经看遍了，药王也吃了不少，但没什么见效。我听闻苏州有一个少年神医，所以正打算去苏州请那个少年神医来替父王看看。去苏州？我也去。剑飞，反正你没什么事儿，要不然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咱也算给王爷尽一份心。我答应了太子要陪他读书，恐怕……读什么书啊？我还不知道你们，肯定又想去哪儿逍遥，他让你掩护吧？再说了，他的事儿有长亲的事重要吗？你怎么那么不够意思呀？讨好太子，想当大官，重利轻友。哎，既然剑飞答应了太子，就别为难他了，我自己去就好了。不行，我说了陪你去，就一定要陪你去。你等我，我回去收拾一下，半个时辰以后城门口见。好，城门口见。小柳，走吧。啊，少爷，是柳青无的暗号。我去看看。找我何事？殿下，柳明月已经准备离开京城了。以柳明月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让七王爷的人找到碧罗天的。无论他有没有禀告主上，去碧罗天的路上肯定已经设下了陷阱。那我们就偷偷地跟着他，见机行事，想办法让柳明月出错，让七王爷的人找到碧罗天。这样主上一定会发怒责罚他。如果这个时候柳明月死了，那便更好。明月山庄除了他，便是我和青岩最为熟悉。如今青岩下落不明，柳明月如果死了，主上为了明月山庄的稳定，一定会让我当上庄主的。柳明月是你的师父，你要杀自己师父之事，心中就没有一点愧疚？这是我们犯错时柳明月刺伤的，幸好我们还要出去替他办事，不然他绝对会像对待犯人一样刺在我们脸上，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耻辱。大理寺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证明你参与刺杀花不起。只要父王那儿传来碧罗天的好消息，我会让大理寺的人不再追查你。殿下不跟我一起去吗？不想亲眼看看碧罗天？我要去苏州替父王寻找一位神医，没时间跟你对付柳明月。难道这些比碧罗天宝藏还重要？柳姑娘，这世间不是只有权力的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拥有权力。我更不希望父王和柳明月之间有协议，我甘愿他做一个开心的闲散王爷。
那殿下听到碧落天时，又为何要跟我合作呢？我有我的原因，但绝不是因为权力的事情。你去准备吧，我要去苏州了。那么，大理寺。你放心，我绝不是言而无信之人。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更何况，父王在找碧罗天一事，我也怕你宣扬出去。我们现在彼此都有互相牵制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毁约。多谢殿下。殿下也请放心，即使青无当上明月山庄的庄主，也是殿下的人，会继续与明月山庄帮助殿下。等殿下当上皇上，只要能记住青无这个有功之臣，青无也就算心满意足了。那青无就回去准备，不打扰殿下了。少爷，咱们真的要跟柳青无合作吗？万一皇上知道此事，肯定会更加怀疑你。我寻找碧落天，其实也是为了皇上。皇上担心碧落天预言强加赋税发展军事。我如果找到碧落天，我会第一时间交给皇上，可免皇上之忧，对江山社稷也有好处。那不如直接向皇上说明。不行，父王的心思不止于此，我不能让皇上知道父王寻找碧罗天是为了争夺皇位。小六，你继续去寻找不弃的下落，我和袁崇去趟苏州。诺。就有此事？岂有此理！云堡主息怒，不知为何妹妹说少堡主和他私定了终身。这婚姻大事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父离世，只好我这个长兄为父做主过来和云堡主商议此事了。林公子请放心，此事我一定会妥善处理。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少公子留了一封信又跑了。那你还不赶紧去追？愣在这干什么？这个逆子想把我困在家里，门都没有。不等明年三月三了，现在就要去找胡七妹。那丫鬟的口音像是南方口音，我去江南一带找找，肯定能找到。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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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大哥，云大哥，你来干嘛？云大哥，我刚刚在客栈等我哥的时候，看见你骑马匆忙的经过，我想肯定是有什么急事，所以我追上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不用你帮忙，我要去找不弃妹妹。那云大哥知道不弃妹妹在哪儿吗？我不是说了要去找吗？既然是找，当然是不知道在哪儿。那我陪云大哥一起去吧。不用，林丹莎，我既然答应娶你，就一定会娶你，你不用这样步步紧逼，又让林玉泉过来找我爹，又是追上了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讨厌。驾！驾！帮你吧。
谢谢银大哥。不要以为我是在关心你，我只不过怕你冻死在这儿，到时候我爹又该打我了。嗯，我知道。那，谢谢云大哥。云大哥，从你第一次牵起我的手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你的坦率，喜欢你的真诚，喜欢你那开朗的笑容。我这样对你，你还喜欢我？云大哥，我看得出来你心里只有不弃妹妹，你对不弃妹妹是那么那么的好。我总在想，如果有一天云大哥也能对我那么好，那该多好啊。其实一开始我对不弃妹妹也没有那么好，我也威胁过她，还轻薄过她。我不是一个什么好男人。在我眼里你是。我知道逼你娶我这么做很无耻，但我只能这么做，你才会在意到我。云大哥，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孙小姐长得奇丑无比，长得就跟那鬼一样。净瞎说，我听说啊，她长得跟薛飞小姐一模一样。薛飞，好了，别说了，咱们不是到时候偷看一下啊。这些人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了一波又一波，八月份不就看见我了吗？小姐，我们进屋去吧。不行，这样太烦了。与其这样慢慢钓鱼，还不如我以身作饵，把那些有坏心思的人全都一网打尽。夏夏，去通知助手一声，说我今天想出府一趟。诺。小姐想出府啊？小姐，小姐万万使不得啊！小姐，现在外面对你好奇的人太多了，除了那些跟我们有主府利益往来的商户，还有那些觊觎我们主府财产的各位姑奶奶们。他们对你肯定会有动作的，现在出府真的是太不妥了，不然就等老太爷把他们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你再出府他也不迟啊。你放心吧，有小夏护着我，我不会有危险的。况且今日我是丫鬟，小夏是小姐。啊，这小姐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了。哇，小夏姐姐好好看啊。就是啊，从没见小夏姐姐这样穿，对不对？是吧？太美了。真的。小姐，我
干嘛要出来的人？哎呀，我就是在府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可是外面那么多人虎视眈眈，所以你呀，今天就是朱府的小姐，我呢就是伺候你的丫鬟，这不行吧？哎呀，怎么不行了？你瞧瞧我，怎么看都是一个丫鬟的模样。你想啊，若是有人想对朱府的孙小姐不利，是会对你下手还是对我下手啊？嗯嗯，小姐说的对，是小夏思虑不周。小夏啊，你不会觉得我这么做是把你置于危险之中吗？小姐若成了目标，麻烦就更大了。小夏会武功，应付得了。小姐这一招，妙。把这围帽戴上，别让人轻易瞧去了样子。你放心吧，朱氏会暗中保护我们，若是有危险，他们会立刻冲上来。我受伤没事，小姐千万不能受伤。少爷，刚刚传来消息，今天朱府孙小姐出府逛街了。这朱府突然多了一个孙小姐，那么多觊觎朱家财产的人还不急了眼？这么多人想让他死，他还敢招摇过市的出来闲逛？这丫头有意思。走，去看看，看这丫头打些什么主意。哇，荆州府果然不愧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哎，给。给！哎呀，真是商铺林立，热闹繁华啊！我以前啊还纳闷，为什么九叔就是不肯到江南一带来讨饭。哈，原来他是首富之子，害怕被认出来。哎，小姐，咱们去绸缎铺逛逛吧。小姐想选什么样的衣料？小店货品齐全，北地的米努，南地的丝绸，西地的麻，都是上等货。花花，你去选吧。好嘞，奴婢挑选的一定让小姐满意。就要这个。嘿，姑娘的眼光真好，这种绞绢一年才能制得一匹，号称十两金不换。一年才制得一匹，是十两金，这么贵啊？哎，听姑娘口音，不是本地人吧？这是江南朱记作坊最贵的布料，小店一年只得三匹，大都是进口宫里，或被大富豪们选走。哎，选的茧不同，螺丝不同，织法就不同，十个绣娘赶一年才成，十两金，价格真不算贵。包起来送朱府。哪个朱府？当然是江南朱记的朱府。小姐，用这个缝制衣裙，小姐穿起来一定很美。等到8月15呢？走吧。啊，好的。哎，真不看其他的了，还有很多好看的呢。天哪，得来全不费工夫，居然让我瞧见了孙小姐，我得去送信，快跟着他们。哎，哇，哎呀，怎么了？有人跟踪我们？跟着就跟着呗，我就不相信有人敢当街出手。让他们继续跟，我们继续逛，有你在我很放心。今天我要把朱府的铺子都逛遍，把那些蛀虫都吊出来。哎，长卿，你说那个少年神医怎么来无影去无踪的呀？我们寻遍了整个苏州府都没有看见他。世外高人多是如此，靖王分封在苏州这么多年，在苏州应该又有人脉了。
我已经请了靖王世子帮忙，希望他能够尽快帮我找到他。来，长青，世子，元兄，世子，快请坐，请。怎么样，有消息了吗？长青，实在是抱歉，这东方神医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开苏州府了。我已命府上所有的人去打探他的消息，可能打探到的都是半个月前的事了。他最近应该是没有在苏州府出现过。哎，我要是早些知道七皇叔的事，我说什么也把他给留下来。我去找找。哎，长青，你在苏州人生地不熟的，还不如我的人出去找呢。你放心，我的人还在找，没歇着，找到之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吧？再说你今天你出去找人也难找，还不如先吃饭。正好这醉仪台啊，就是我府上的产业，今天我做东，大家都别跟我客气啊。啊，找不到那个神医，我也没有胃口，先走了。哎哎哎，长青，长青，哎，算了，你就让他去吧，他人在这儿心思也不会在。走走走走走，我陪你喝，走。嗯，小姐，我不行了，不行了，我累了，我来帮你拿吧。不行，哪有让小姐拿东西，丫鬟空着手的。哎，小姐，你肯定也饿了。客官，您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这醉仪台装修的挺漂亮，里面大师傅的菜应该也很不错，不如我们就进这家吧。花花，这家醉仪台不是主府的产业，是九姑奶奶的。听闻姑奶奶们都算计着朱家的财产，这九姑奶奶也参与了吗？九姑奶奶嫁给靖王当侧妃，算是姑奶奶当中最有权势的。她虽然不能把靖王孙过继给朱家，但却带头联合几位姑奶奶，一心盘算分瓜朱家的产业，借着靖王府，经常给老太爷施压。不是朱家的就好。小夏，待会如果有人找麻烦的话，尽管出手。砸别人家的酒楼，我才不心疼呢。就这家。哎，客官，你慢走。哎，哟，两位客官，请上座。来，没长眼了你。招呼一下两位客官，不好意思啊，小店客满了，不好意思。这，哎，有位子了，那儿。啊，对对对，这边请。来，来，哎，哎，请坐。哎，两位，请坐。先喝点茶水，稍等一下啊。哎。让一让，让一让，这是您的菜。让一让，让开让。朋友们，这是您的。哟，吴大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不好意思，小店客满了。大爷，我一来就客满了。哎呦，可不是这个。起开，我自个儿找。走走走走走。吴大爷。嗯？走啥走？有什么？看不见吴老爸来了。这么宽敞的桌子，二位姑娘在这儿坐，未免有点太浪费了吧？不如我跟二位姑娘同坐如何？啊？哪来的醉汉子如此无礼？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靖王爷的侧妃娘娘是我家小姐的九姑奶奶，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家小姐同桌？世子爷，你们家亲戚啊？哼，胆敢在我靖王府的醉衣台闹事儿，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她就是猪八太爷藏了多年的孙女儿，是吗？怪不得长这么漂亮。吴大爷，您瞧您这一帮壮汉，姑娘们一块同桌确实不太合适。要不这样，小的我这就安排，您和别人一块拼，行吗？行吗？你当大爷我是被吓的。刚才贵手，刚才贵手。大爷，我今天就在这儿拼桌了。哪儿来的狗跟这儿乱叫啊？败了少爷我的酒性。哎，你看，挺漏了。什么玩意儿？姑娘，你放。行，我保护你。